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汉字是“斜”，甲骨文里面是一个象形字。甲骨文这个字呢，它的写法这就是这么一个东西，看一个长方形，里面一条一个呀、这是花纹，这是个标志，就是用了芦苇或者呢重叶变成的斜。这个斜就是舟或者睡觉时候的垫子。古人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，也没有凳子，他们坐的时候呢是两个膝盖坐在席子上面，这个臀部呢是压在架后跟上面，像我规矩做这个姿势差不多。我们现在通常说的一席之地，就是坐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睡觉那个地方，发一个席子的地方。现在这个席这个字呢，它已经被另外一个字取代了，后来就是这个字呢上面呢加了一个草头圆字，就是这个字。下面呢我来把这个字啊它的写法来演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甲骨文里面到目前为止我只找到两款，这两款字呢实际上写法都差不多，就是里面的花纹也是不一样。甲骨文这个字它是这样写，是睡觉的席嘛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股呢是写成这样，我就找到这两款。在经文里面这个字它是领其炉灶重新开辟思路所以写的，它一款它写的这样一个反转符号，这叫一个经，这是一款，意思就是在这个席子边上要纺织品把它包了一层边，把它翻过来。这个第二款呢它写的这样，这个字是甘甜的甘，省略体底下一个金，意思就是把这个甘渣放在这个垫子上面请客人享用。所以这个字到小篆的时候呀，它就写成这样，实际上这个小篆就是把这个字和这个字合起来那样子是。另外呢就是在古文里面它这个字的写法呢，小篆里面写法它写成这样，在古文字里面它写成这样的，隶书里面它就写成这样，它隶书里面写成这样一个字，楷书就是由这个字演变过来，就是继承小篆。楷书写成这样，斜这个字它就是从最早的周垫或者是睡觉时放在床上面的这个席子，那后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草头这个斜代替这个字，后来这个字呢就引申是指席位啊座位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字呢
和大家分享到这儿，好，再见。